日前，环球小姐与一周拍摄写真，在11月22日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第45届环球国际小姐决赛中，山东籍选手于一周夺得全球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环球国际小姐选美大赛的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总冠军。她穿上一袭白裙，仙气满满，转身婉儿裙摆，俏皮可爱，对镜大方认拍，美艳动人。非凡娱乐实时报道。